黄队的徐伟泽，等一下哦。哦呦！哎，接近十日哎！黄队依次点关。黄队实现了第三棒的逆转，得奖的是徐伟泽。对自己也是刮目相看，非常有自信。因为我游泳就是很烂，然后所以能拿到 MVP 我真的很不可思议。那我对我自己铅球的成绩我也蛮满意的，因为我自己练习，那真的是我没有值过这种成绩出来。蓝队的第三棒啊，许德伟第一次投掷，一分钟其实绰绰有余吧。嗯，哇，好棒！应该有11米。对，他三。红队选手张家珍第一批推。哎呦，哎呦，特别有感觉。皇后，等一下，皇后，你觉得会多少？预测？大概在23吗？哎呦，好，来看看评价蛮高的哦。哦。黄队的徐伟泽，等一下哦。哦呦！接近十日哎，接近14米了，很有可能在第三棒就有一些战况的变化喽。是，蓝队选手取得第二次推。加油，德德，再放轻松一点去表现。嗯。好，再远一点。掌声，掌声。小马刚刚也有指导一下自己的，微调一下对室友哦，有变化的张家珍，提点一点，哦呦，徐伟泽哦，有成功，蓝队成绩12.49，黄队13.35，黄队14.8。5米77，红队是26米89，黄队是27米35，黄队实现了第三棒的逆转。红队第二次争胜，蓝队林辉加油。林辉黄第二次来推，哦，出手速度够哇！哦，红尊能否守住啊？他不用说，哇，这次弧度变低了，弹道变低了。蓝队成绩12.85，黄队13.02，黄队13.3。是呀！在前四棒加总起来呢，蓝队是38米62，红队是39米91，黄队是40米66，把领先来到了75公分。蓝队选手黄宏轩第一次推。宏轩这一局也觉得非常的不错。继续要上场的是红队的最后一棒于承鑫。于承鑫的这一局。他跟黄宏轩不相上下。这一下，一棒三位选手差不多，对，16公尺了。你的扩大会进入的话，这个有机会逆转。宏轩这一局也是有进步吗？嗯。13、14，于承鑫如果这一局没有特别稳的话，那曾义翔其实是就算失败也是可以帮助球队，黄队获胜。嗯，拿来当这个篮球这边的底线传长子，不要走，进步一些些，不要走，站远一点。越杀了，妹妹，越。黄队这样就不会有汗了。13.76，13.76，快！红队
13.84。OK OK。好球，好球，阿杰，阿杰，辛苦了，赞了，赞赞。蓝队14.2。哇！很大很大，好帅，很大，哎，好，大会报告，成绩加总，蓝队52.87，红队53.75，好球，蓝队54.5。来，请小马，我们宣布得奖的是。许瑞珍，哇！因为他的铅球真的是丢得非常远啊，然后他在戴式橄榄球上面表现得也非常不错，替团队拿了很多很棒的分数，对，拿了2分哦，对自己也是刮目相看，非常有自信。而且因为今天真的我没有想过，因为我游泳就是很烂，然后所以能拿到 MVP 我真的很不可思议。那我对我自己铅球的成绩我也蛮满意的，因为我自己练习，那真的是我没有值过这种成绩出来。那最后戴式橄榄球一直是我们最想赢下来的项目，因为我们是个人能力真的没有其他队伍可能那么突出，但团队的部分我们是真的很想赢，然后真的是狂练戴式橄榄球，对。是啊，对，大家恭喜！